呢度有一啲炸蜘蛛，喺上一集已经分享过噶啦。想睇翻点样炸，右上角有连结。呢度有一磅半嘅莲藕，可以切开你喜欢嘅大细同埋形状。仲有两瓣陈皮，浸软去囊。可以切开细件啲，煮嘅时候就容易出味。跟呢度嘅份量调味，沟一个酱汁先。你会唔会中意腐乳嘅味道多一啲呢？咁样可以腐乳两件，南乳一件，再加一啲腐乳水，沟好咗个汁就好好味噶啦。有一啲粟粉，加水，最后埋芡。仲要准备定一啲热水。有半盎司嘅冰糖，一片姜，咁就准备好，可以开始煮啦。加油，轻热只锅之后，用中大火爆一爆片姜、陈皮、再加埋沟好嘅酱汁。跟住就可以加莲藕，炒拌均匀。仲有少少冰糖，记得加埋落去啊！要加足够嘅热水，冚盖用大火滚起，滚起咗之后转中小火煮30分钟。煮好咗之后要剩翻有足够嘅汤汁，如果汤汁太少嘅要加翻啲水，因为炸好嘅蜘蛛会吸收水分。好啦，捞匀咗之后再冚盖，用大火直至滚起。滚起咗之后转翻中小火煮多15分钟。依家做埋最后一个调味同埋上色，试一试味，加翻一啲老抽。咁样颜色同埋味道，向而家最后可以调校。捞匀咗之后，加适量嘅粟粉水埋芡。咁一个香味浓郁嘅家庭餸已经完成咗啦。我今次是用炸过的腐竹，如果你不喜欢炸腐竹的，可以用普通浸泡的腐竹都可以。煮的方法是没有分别，都是一样。有没有兴趣试下这个炸腐竹南乳炆莲藕呢？我煮过给很多人吃，个个都说好味的。喜欢我这个食谱的，可以帮手分享出去。今天的分享是这么多了，下次再见。